鼓掌！要的就是这个技术。你已经知道了，这样啊？是啊，我知道这是魔女之家。对面有只青蛙，青蛙你好 ，I love you。点头，么么。哇哇哇！青蛙跳进了我的胸里，啊，滑腻腻的，好恶心啊！过客，开，过来。求青蛙，哦呦！在我看弹幕的时候，请您不要出现高能好吗？这样子根本吓不到我 ，OK？ 请坐。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啊，就是把它摆成一样的。应该是镜像啊，镜像的话应该是在这边，就让我们看一下吧，两边对称嘛，然后应该是要动这边，按，那个人没了，再按，我们还没批，那这边能按吗？就两个人的那个，用鼠标，行了，看这个都是对称的，这玫瑰是什么意思呀？还有什么？可以了呀，你，哦，妈耶！我看我这大家来找茬的这眼神，腾，哎，哦，わかりましたよ。不要急，不要慌，我有点瞎。这是几根？十个嘛，那个是十个，蛋糕也放了，画不对称吗？画也对称呢。啊，上面这小盒子不对称，那这边可以移动是吧？一排列到它那个，直接咔腾一声。哎呀，主角是个智障吗？对着那边排呀，这不就对称了吗？我身上还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了。大家，对，还有一个东西，那就是这张纸，撕下来，撕，腾，门就开了。I'm so clever. 他又钻到了我的胸里。哎，一旦进入下个门，只要通过下个门，都不能东张西望。连爸爸妈妈也从来没有爱过我，所以都咔叉掉了，所以他都插掉了啊！爸爸妈妈插掉，从此以后就一直待在这栋房子里面。那个，请问黑猫还在吗？黑猫你好，哎，存个档，他一会儿让我不要东张西望，但是呢，我们偏偏要东张西望，为什么呢？一定要给大家演示一下这里面的死法，就比如这样。啊 ，motherfucker！
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是不是棒棒哒？有一种 Oh, what the hell！ 弄死我，弄死我！漂亮，炸肉饼，要吃肉饼吗？要喜欢吃肉饼鸡吗？这个游戏其实精彩，精彩到它的死法了，根本不是在于它通关的内容。其实这个游戏还是蛮经典的，它的那个剧情也非常的反转。来，走起来，根本无所畏惧。好，那家伙肚子非常饿，再见。在地上爬行，往洞里窥视，看见黑光的鳞片。那个，打开门，我们要作下死啊！作一下死，作一下死，打开，无所畏惧。不是黑光亮片吗？怎么变成了绿色的蛇？死内科。来来来，再来一遍，无所畏惧了。我想知道他不让东张西望，但是那个存档的地方我好想去看啊。哦哦，我们读了那个纸条就不可以了。我就说嘛，我记得我之前可以读那个，就是不读纸条的话，他是可以东张西望的。我就没有记错，死的依然精彩。因为这个地方啊，我就跟你讲，你看这两面都是有魔女的日记，这是一个真结局的走向。但是拉倒吧，你碰一下就不行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牺牲一样东西，就是帮了我们两次忙的小青蛙。青蛙不愿意的样子，你给我进去。我弄进去，弄死他！打开，吃一个就够了啊，不能再吃第二个啦！咦，他已经进去了。啊，青蛙的灵魂看到了我。咦，他喵，我帮了你那么多，你他喵敢吃我？刚刚有只猫是不是在看我？黑猫的雕像，不要无视我啦！这个黑猫是不是很皮啊？干什么？感觉好像头动了一下。不是感觉，明明就是动了好吗？大哥，直播间的人都看着呢。OK 呀，闭上眼，一只眼睛比较好。他说闭上眼睛一只比较好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还是我们要展现一下如何死。就这个吧，张着血盆大口的小洞进去，看着就很刺激。这三个看着肯定进去都是一样的。精不精彩？鼓掌。魔女之家一万种死法。不要动啦，我知道。这个地方，这里面进去都是一样的啊！给大家说，他说睁一只眼比较好，就在这儿。聪不聪明 ？Think 啊，那个眼睛竟然看了我一眼。Do you love me？ 你看，那里面全是这玩意儿。先存档吧。呀，这层楼真安静呢。让第四个房间发出声响吧。要得。音乐谱正被蓝色的眼睛注视着。
这个地方我好像记得放着12个铺牌，12个牌放完后13牌上放着国王。当当，发出了好听的声音，发出了不太好听的声音。黑发，哦，我想起来这是在什么了，这里面都很魔性。发现我貌美如花是吗？镜子，好可怕的镜子，放的茶杯。用12让音乐和演奏。12，12什么呀？哎呀，是挺吓人的。魔女的日记在阅读，从此以后把每个进来玩这里朋友全都插掉了。嗯，大家都被这里插掉了，但还是不够。原先是一张蒙娜丽莎的照片，特别变态。哦，你们刚刚看到了吗？刚刚，哦，是我错觉吗？你看，我就感觉它好像出现了黑化的样子。我擦嘞！被崩了！等一下，哎，会被崩吗？哎，就是你碰弄的我是吧？哦，钢琴曲。噔噔噔噔，你没有弹的必要。瞳孔的研究，瞳孔的颜色因人而异，特别是关于这个地方女性的瞳孔，以下是我们所知部分，她们瞳孔颜色会因发色有所不同。好吧，这就是提示啊。发色有银、黑、金、红四种颜色，瞳色有茶、绿、蓝、红四种颜色。银发女性有着红色的瞳孔，茶色的瞳孔的女性则是金色或者红发。银色注视的就这儿。哇！啊，我变成了一幅画，我瞬间变成了画儿。啊，你竟然有巧克力，过分！我也想吃巧克力，拿过来。小蓝，哎，操！你比我跑得快。他竟然会加速，我都不知道他竟然会加速。那我应该去哪里吗？好可怕呀！他刚刚加速的那一瞬间，浑身散发了出了血一样的颜色，不灵不灵不灵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应该 ，Let's go， 不能跟他玩追逐战，那我应该是要过去开门的吧。哪里可以？我应该去敲一下那个南瓜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应该敲一下南瓜？敲一下它就不动了吗？我再去敲一下南瓜，我看看行不行。五线谱到手，啊，我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别，呜。先敲几下，就是说在那个拿乐谱之前先敲几下是吧，就把那几个都敲一下。敲一下南瓜就不会有事了吗？这是什么套路？
有点惊喜。哦，我是太阳，也是沙子，亦是鸟。我是太阳，你是鸟。黑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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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起，黑猫。我觉得最后再拿乐谱吧，乐谱肯定是最后一步。对，没错，接着敲，我要看镜子。不正确。你知道吗？这种感觉太搞笑了。请问我是女人吗？然后坐在视频前的你说是，然后被我啪扑了一巴掌，然后把你踢出了直播间，就是这种一脸懵逼的感觉。I don't know. 我又进来啦。你是太阳，是沙子，是鸟，我是什么？太阳、沙子和鸟。可能是驼钟吧，是正确，这都行。防护的发条，不管你了，我最后再拿那个乐谱，我怕被蒙娜丽莎弄死。再见，不约。皇后的发条，来上，嘎嘚儿。这次我出来，你看你崩不崩我？来崩！来，你来崩我呀！哎，哼，你来弄死我呀！不是，音乐放着是几个意思？等等，音乐放开，你不得给我点什么吗？天哪！让四个房间发出音乐，是要这些房间发出音乐，就叮叮叮当当当的声音。这个已经发出声音，那个也发出声音了。这个，哎，多，哎，哦，哎，哎哎，西吧。我需要一个指针，我先不去招惹蒙娜丽莎，那个家伙惹不起。一二三，三个，还有最后一个房间。这是想起来，我现在需要一个指针呢。我现在有指针吗？口袋里只有一封信。わかりましたよ。对，他不让我们出去，我们就把他的本体给弄死。教坏你。哎，完美。弄死你大爷的。让你再来让我。哦，我天哪，我刚刚被一个妹子给暴妹杀了，可不可怕？我是一个女人，不要这样子。好可怕。说的没有，你那个说太阳话的那个赶紧给我拉出去枪毙了。不用我们弹，我们就把这个五线谱放上去就行了，自己弹。什么也不做。花瓶吐出来一个国王的发条。哎，哦，看见没有？这就是显示着这几个房间的蜡烛，只要是有声音了，它就会亮一下。哦，你看这个画儿，哎，那个表情是吧？我们把它给敲坏了，然后过来以后，谢谢你帮我敲，加油。然后又走了。我觉得不好意思，这个恐怖游戏这点被我给逗笑了。
会死吗？还会出来吗 ？Hello， 蒙娜丽莎。哎呀，乐坏我了！呀，怎么了？腿软了？那个站累了是吗？怎么腿一下就软了？不知道该从何吐槽。